喂喂喂，大家好，大家晚安，麻叔对不起你，请你等一下，真的没有想到 Bolt 会发神经耶，完全没有注意到，只是表情符号太多，就直接变人，超坏的，所以我已经全速的解除了，真拍死，真拍死。请等等，刚有谁到了呢？要吗？要晚安，托托晚安，花生安安，妈叔，对不起妈叔，妈叔晚安。Little Boy 晚安，这么晚才回到家。Chester 晚安，小米晚安，便便晚安，小杯晚安。记得不是那个酷啊，那个酷是另外一个人啊。阿元晚安 ，Rex 晚安。杰诺姆晚安，卢卡斯晚安。指令什么的，我暂时先不要碰。谢谢提醒。好，应该确定解除了吼。好好好，恶心的机器人。看了很不舒服，直接变人。尊姑晚安 ，Siren Boat。汪星猫晚安。今天呢、会比较晚开的原因，是因为最近都在跟会师聊自己的需求，然后台湾这边没有什么可以沟通的对象啦，所以我现在都在找日本的人。然后用日文讲话就蛮花时间的，所以今天就拖晚一点点。阿杰晚安，详细的之后在杂谈说好了，这里也不方便说太多。哎，等一下，我发现哎。摇杆不动，容差一次。一瞬间音乐停一下。嗯，可以了。伊莱克晚安。哎，今天比较晚开始，不大知道能够打到哪里。反正现在的目标，先把初代的王打死好了。啊，另外啊，有几个追忆的王，应该也可以在这一集打一下。还是要先去打别的啊，先不要好了，先这边。这边至少上次打一打，稍微有点感觉。要招谁啊？应该招黑刀吧？有点忘记。两阶段，妈的，好可怕！
下，等一下，他怎么知道？你要怎么炸？找不到他炸的时间点。哎呀！可恶！美琳娜剩粉了。不行啦，长时间的魔法都不能用了。妈叔，对不起你。我刚看好像你只是多按了几个爱心吧，界限都变掉了，真心觉得很不好意思。邪恶的机器人，感谢你的牺牲，真的，因为你的牺牲，我不知道邪恶的机器人会这么难应付。还好都调整完了。呀，真的好难闪！光他的第一击都打得好辛苦。不行，第二击就跳吧。哎呀，天哪，让我闪远一点，好可怕！得不到你啊！你妈等等，好可怕！啊，黑昼！呀，妈的，还有一次吗？闪不掉吧？大姐死得早，我也去得快。阿伦晚安。所以等一下大范围的地裂就往后跑吧。好，多试几次。然后我要积极进攻一点，不然黑刀死掉。西奴，呀，真的是洪水吗？哎呀，洪水好像也可以哈。那我的左手是装什么？小林酱，晚安。都装什么？有需要装卡利亚吗？我装了会用吗？
阿岛晚安。有看过别人进场陨石一下打到二阶，真的有办法哦。所以应该装什么比较好？卢瑟特吗？你说为了他的加持啊？装着装着，然后稍微改一下分配，六六八，蛮吉利的。难度低，现在有 bug， 什么样的 bug 啊？哎，水手林家，你有发烧吗？还好吗？店家看到会吓到吧？我还是觉得太少了，有点难。阿杰，谢谢，先补一下。小奶糕晚安，六晚安。对了，关于委托的详情和下一次活动的详情，礼拜五的时候再跟大家谈。到底左手换杖啊，对月影的攻击力有没有差？还没比较一下。哎呀呀呀，等一下，等一下。死亡钩棒，那什么武器啊？我应该也没拿过。大剑，大剑算了。现在的我不是用大剑，会死人惨。好像有点难活下来说。损太快了，等一下，损好快。啊！将健身吃的方面不会很花钱吗？没有啊，我都随便吃、欸、我又不是专业的，就运动开心型，没有特别追求什么。大剑上修，你说特定的剑吗？哎、欸，
其实比起大剑，我实在是很想用一些那叫什么东西，我每次都忘记。什么祈祷吗？好想用哦！我在想啊，我这次游戏玩完之后，应该会想要把他的每个招式都玩一下的，超有兴趣。该把猎犬拿出来了吗？他的每招都好难闪！哎，来踏步了，有戏！这段要活长一点啊！包没有包，好可怕！一刀啊，吸一下伤，好可怕！哎呦呦呦呦，这时候闪掉了，但我的耐力好少。啊！走，等一下，这个抓怎么闪啊？这只能往后跑了吧？翻也躲不掉。要等我一下下哦，看一下东西。一个是什么？晚安，欢迎。场外待就不、欸、最近的状况很好欸，应该算是完全没事了吧。只要艾尔登给我的压力没有大过我也能够承受的，应该都很好。大凯晚安。哎呀，忘记补魔，阿呆。他第二次的地裂不是定点吗？也会转向啊，好痛哦！别吓啊！完之后，然后晚点翻。去找商人买海鲜肉，可以增加减伤率。我没有吃过海鲜肉哎、欸，海鲜肉是之前那种像虾子的东西吗？我现在身上有吗？我虾子哎、欸，虾子应该就海鲜肉吧？虾哥，大家来吃一下好了。应该可以在外面吃齁，
觉得也不用放快捷键，在外面吃一下好了。吃虾虾？嗯，我就咬一口而已。Transition 晚安。范围好大。对海鲜好像还好，可能基本上啊，觉得吃海鲜比较麻烦一点点，剥虾什么的最麻烦了。有人剥给我吃，但是很开心啊。坑到底啊，吃虾虾有没有用？没什么感觉。当油好了。怕。面膜。静等等。好静。好可怕。啊。不抓不抓。不要，好可怕！不抓不抓！啊啊！好烦哦！想先补个血说，优质蛋白。我喜欢会剥虾的吗？有的话当然很好啊，这个是一个体贴的表现。我的话，如果你要我吃虾的话，我可能哦，在那个餐桌上啊，就只会剥一次，然后一次剥超多，然后剥完后去洗个手，再安心的享用，就像是一个标准的作业流程一样。不然还要一直洗手，很麻烦，我就很懒啊。两下都没闪掉，啊不呢，直接飞高高。你等一下，太急了，这么会冲，受不了。
马索，你要运用你的洗澡之力了吗？没问题的，我收到了。不过啊，我身旁也蛮多朋友对甲壳类也是跟 Rex 一样会过敏。觉得蛮惨的。你有时候还是会不小心吃到。像有些人比较严重，不是像炒饭里面有时候放樱花虾吗？好像吃到也会过敏耶，很惨。小叔晚安，九幻晚安。今天的初期目标是要先把这只王打赢。啊！好难闪哦，他的踏步一直抓不到闪的时间。哎呀，普罗晚安。说起来啊，我好像也对什么食物，我没有过敏哎。对什么有过敏啊？顶多讨厌而已吧。不服吗？我看一下。不服现在是装什么？魔法，魔法，魔法！哎，魔法应该可以吧？你说月影是吃魔法吗？还是要换成战绩增伤？战绩增伤，把一个肉球换掉好了。有战绩增伤这个选项吗？我有装过吗？还是 FP 啊？欸，好像没有欸。换装这个好了，卡莉亚。啊，所以战绩他不是吃魔伤哦。所以我带的那些都没用吗？战绩真正要完成亚历山大的支线。哎，亚历山大的支线，我没有完成吗？莫林，早安，你在哪里啊？早安，胡歌的我还没解完哦。我胡歌到哪边了？最后他会来到风暴城，风暴城的位置稍微复杂一点，在这里他会挑战你。哎，怎么没有碰到？啊嘞，没有啊，在哪里？绕到那边，然后大家都忘记，我也忘记。习惯性早安啊。哎，我这样算绕了一圈呢。唯一比较没有接近的，就这一块是不是啊？我可以看一下吗？他会在升降机上面观望，哪里啊？升降机上面，晚安。
应该怎么发音啊？只会念后面的 micro 哎、欸。谢谢谢谢，坐指一下。印象中要去找他打架的路上，小怪是蛮烦人的，总是不知道在哪一个位置啊。毕竟该走的好像也走过了、啊，从这边绕过来的时候没看到。不行哎、欸，没有地图的话有点难判断，不想再走那边了。那边走的好辛苦，要。呀哒呀哒，小怪真的很烦。哎、欸，奇怪，我怎么找着找着找元神去了？哎、欸，奇怪，什么东西啊？左上那附近吗？这一块哦。那我从这边走的话呢，荣教堂往这边走看看好了。前面的支线印象中都解完。他说他在电梯的上面，这里有电梯吗？太左上了，你说这一块哦，这一块吗？想绕个圈。这是哪里啊？我看一下。啊！烦人的小怪，好多。烦躁哦！去找一下亚历山大。先快速的走好了，先确认一下他可能在的位置。应该不是这里吼，这只是一个露台而已。然后有人说是要跳碎石吗？这个吗？这个不是吧？这个是要去哪里的啊？我是从那边上来的吗？我都没有印象嘞，奇怪。应该不是吧？我觉得不是。这里有路吗？啊哟！没关系，跟我一样，很多角色名字都记不住。就胡歌啦，弟弟熊晚安。现在去找一下亚历山大，但不确定位置在哪里，这可能要探索一下。在哪里啊？你要射蓝点吗？行军威知道名字，怎么对你的印象那么深刻啊？啊！我去死！我去死！我去死！受不了！全一郎晚安。蓝点哦。所以往这边走好了。等一下，我的点太多了吧？那边那一湖是怎么回事？其他点在哪里啊？全都在这边，让我解一下。有那么多啊？
所以刚那个方位感觉是对的欸。有小福吗？不好意思，我看一下哦。这里啊，这我刚射的点击还蛮接近的。哎，等一下啊，真的好烦躁！怎么世界上有这么烦躁的生物？一点都不可爱，可能也没有可爱吧。为了杀你而存在。不过有点忘掉怎么走哎，从这边走对吗？还是从另外一个点呢？应该不是这个上面吧？看一下。上来看一下。好像不是这里耶。要绕一圈而已。要绕一圈吗？还是对面啊？反正都走一下好了，这死掉的地方。呀，我射点在哪里？我射点在哪里？哎，我把按掉了吗？就这个下面是哪边啊？是我来的地方哦。哎，刚才这张地图都忘记了。莫林晚安，早点休息。让我看一下地图，让我看一下地图。咦，不然从这边走好了，感觉会比较近一点。从屁股走哈。不好意思，让我小小的探索一下。毕竟胡歌都要解完了。嗯。哎呦，火！等一下，等一下，这边吗？这边有路吗？只绕回来而已。真的是神麻烦，受不了。这时候去找小湖的时候，在湖村里建立用走路的就好。你说等一下要到的地方吗？连续标点法，你说像这样子吗？二三一这样，一直线。哎呦，这边地图好复杂哦，我跨步。走这边吗？好像是又好像不是啊。哎，这里，好像这里耶。从这边出去吧。哎，好像不是耶。哎，好烦躁。哎，好烦躁。当初怎么来的？找个路这么辛苦，还从下面啊？我好像是欸。嗯，也不是。我从这个点走好了。没有个点好走的，胡歌也太难找。
躲外面吗？里面是反的。我觉得我再找不到，就有点想要放弃了。这里啦，想起来了，现在才想到。难道是这个上面吗？有升降梯的地方，等一下，顺便捡一下东西，余温而已。哎呀！上面吗？等一下不能看。还是有一些路段是可以跳上去的啊。那个上面没错齁。现在就要想说要怎么上去。这里有路吗？没有，只有火焰而已。我也只是走到这个点而已，说，等一下我存一下，先洗一次。上面好像有路可以走哎、欸，那是下来的路啊，洗一下。而且这个点我没开过、啊，哪里？这里是我没来的地方吗？三晚安，现在要去找一下胡歌，把任务解完。没有路。下面就是刚来的地方，所以应该是外面齁。诺克晚安。我好像越走越远，不对，那应该是外面齁，还是有一个升降梯啊？都走一下好了。不对耶，这样绕回来了。还有没走过的区域吗？没有啊，就讨厌敌人而已。现在啊，就知道点在哪里，但走不大到。边好像也没来过，是拿短剑吗？这里也是，但感觉好像也只是拿一个古
油脂。直升机器找不到啊。也好像没有通往上面的路。等一下，那我先冲过来好了。往回走一下。我都知道了。提示提示，很需要。我就先回来这边好了。啊，在神皮那边吗？神皮不是这个点。哦，有人帮忙，好方便呢。这里有什么东西吗？要走到屋外下往下跳，反正是找一个可以往下跳的地方吼，楼梯向下的。好的好的，我来看一下，楼梯向下的应该是这一个吧。这边之前有走过，跟之前祖先走的地方一样。这边好像是来过的吧，祖先走的一样，那应该是这边哦。哦呦呦呦，没关系，不要掉下来的。结果刚绕来绕去都绕错，完全不是这里啊！牛奶盒，晚安。应该还要继续走哦。在一个大旋转楼梯上去之后直走，哎呀，好麻烦！没有想到这张地图要来第二次，难道是这一个？这应该就大旋转楼梯吧？然后还有个升降梯哦。看一下哦，这边有雾门哎，啊，我这边没有来过，啊，难道居然在这里？那你们要看猫？啊，这里还有个点。太神秘了，这张地图的这个坐火都离好近哦。哦哦，哎，等一下，不能撑这边。哎，你等一下，你等一下。哎，好碍事哦。比敌人还麻烦，就是猫。啊，还有法师，哦，
招好多出来。死呢！算了，不要理他们好了，好烦。哎呦，差点掉下去。哎呀，敌人好多。多拿个种子。啊啦！啊，这边要多补一刀的哦，没有注意到。等一下，这边有路上去吗？下来，哎，这不刚的地方吗？这不同的点吗？一样的点啊。哎，等我回来了吗？回来嘞。等大家回去一下。哎，掉到下层哦。等等等等，我会想办法往上走的。难怪真的好烦啊！怪好多的你，这边应该就过不来了吧？哟西，小兵完全没有需要打。就是你吧？哎、欸，你不要再拜托你，不要再撑，快受不了了。蓝猫，啊 ，I see you finally made it here yourself. City hanging in the air is slowly. But that aside, you're certainly a force to be reckoned with.I doubt there's a single soul who could have handled that giant other than you. It was practically a god. Of course, I. 啊，他说的应该是火焰巨人吧 ？Alexander, among many. 啊，不过他看起来应该快碎了。好可怜。Would you kindly undertake my ordeal? Come and tell me when you're ready. 反正最后就要跟他打吧。来吧。You are ready then. Then let us begin.哎、欸，好突然！啊，这样就死嘞、欸？真的吗？都快碎了，好可怜！As I suspected, victory was impossible. This vessel is found lacking.没了吗 ？My thanks. I knew you were the stuff of champions. 哎呀，等等，爆炸了，吓到我！亚历山大的内容物，好可怕！哎，这样就结束了吗？哎，不对啊，我要的道具没拿到哎，奇怪。啊嘞？那个是装备吗？
哦、是耶，能大幅提升战机的攻击力。好啦，可以回去打了。我不会止步了，继续向前。我要去哪里啊？我要去哪里啊？这边吗？都没印象。终于可以把法师球丢了吗？法师球丢掉，另外一个应该就是装刚刚的那个吧。FP 减少了。在哪里？这个吧。今天要打完了吗？你说打完谁？我是加魔的哦。睡莲这个我都不需要了，换掉好了。那应该是装蓝的吼，蓝的加一，这样会差很多吗？看不大出来。那招单纯的神韵好像没效，还是要滚一下。哎呦，来喽来喽，跳哦！啊！不要来了，不要来了，好烦！跳跳跳！哎呀，好痛！麻树的洗澡大法给我浪费掉了，但至少拿到一个装备，可以的。哎，前面那个人拿出一个超大的锤子，哎。
好奇。要死啦！要死啦！超会追，吸血锤哦，看起来有比刚刚还要打好打一点，没怎么感觉，然后多试几次吧。谢谢薛斯特，还是要换一把武器，用普通的刀去强化。捕猎犬哦，这真的没有试过哎。普通的刀，好啊，拿来试一下。平时没有听起来的关系，希望是。这次顺顺的，但一开始会擒拿我。不要抱抱，想抱抱啊！等一下，让我喝一下。啊，不能！别了，这招好讨厌。一刀帮我扛下，他至少还有半血。哦，可以耶，可以。妈的，刺一下，再刺就可以了吧？不行，还有吗？还有吗？啊！你们等一下！去死！哦，好可怕，好可怕！啊啊！哎呦，好紧张哦！差点要死了！呜呜，赶快赶快，怎么挡？赶快花掉，不要这样忘记了。谢谢谢谢。哎呦，好难啊！现在有什么好加的呢？信居家啊，可是我想玩信仰，说居家智力好了。加智力绝对不会有错的。哦，这边终于可以来了。金色的雾。这终于到树的本体里面了。他是谁？看起来像个……哦，是那个光辉耶。
刚才我看到下半身的时候，我只是想说怎么有个破布，本体在上面。趁这个时候喝一下水。嗯，好突然。音乐好酷！哦呦呦呦，光啊！而且感觉看这只，它应该不止第二阶吧？它感觉就有三阶的敌人。是不是？所以说打完他就结束了吗？哦，不要跟我说，两阶而已哦。啊，打完他就结束了。那我先去回去打一下之前没打过的王好了。其实这还没打过，先来摸一下。反正我在想，今天大概要打王，也打不赢吧。打完可能都要早餐了。你说他的善意应该是不会到第三个哦。注意的话，听说我还差三个。早餐台，早餐台不行啊。哪一天有机会再开24小时的话，再开早餐台好了。好怀念哦。这边之前好像只有摸过一次吧。然后就离开了。修我修我。哎，这好烦哦。而且我身上这是什么状态啊？好像被困住一样。他有什么奇怪的行动吗？到目前看起来都还好哦。自闭症吗？自闭症。所以该怎么办呢？要先想办法解掉哦。两猫好吵。零的时候要喝水，
看不大出来耶。是敌人要使用技能的时候要喝水吗？戳天空的时候不一定要补血也可以。不然我喝那个陆滴好了。我有个挡高伤的嘛，感觉挡不下来。但我至少知道使用的时间。用灵药过的，有个针对的陆敌。等一下再看好了，先打几次。防得下来，但水喷好多。一下，哎呀，啊，不对，不对。都是火焰。今天的血好高，等一下哦，让我去前面一下，看一下你的尊严。啊，来不及。是，地板好烫。哎呀，我赢了啊！刀，刀好补哦。你太强了吧，大哥？不对，大姐才对。我都没做事哎，直接帮我收尾了。真照啊！接下来还有什么？他在争艾尔登之王吗？不行啊，这个宝座不能让给他。下一个点是什么？那个蛇王啊，之后再打，还差什么呢？这什么？好像什么？怎么是僵尸龙？是不是啊？死龙吗？先做火一下好了，以免忘记。
深根底部，这是在那个王城是不是啊？哦，150等嘞，好感动。看一下哦，来确认一下位置。双石像鬼那张图往里面走，等一下，双石像鬼是在地下是不是？而且我这边地图是没有开吗？这里吗？大回廊这里？还是我记错了？右边哦，右边没有点哎，这里吗？腐败哎，不对，腐败的湖畔，还在走。来抱抱你是谁啊？抱抱你是谁？都没印象在说什么。还是我应该找一下，不是这里吗？右边的地图，难道啊这个吗？深根这里吗？这里我有去的地图哦，西夫拉河。对啊，图不知道在哪里，还没拿到。然后我记得前面哪边啊？哪里没有去过啊？下面吗？应该不是吧？还真在下面啊！哎呦，婆婆哎、欸，婆婆婆婆，跟你讲个话好了。Oh my God! A scion of the. 那我探索一下哦。啊啊啊啊！按错。这里我真没什么印象。有个根，但应该不是那一条路。阿仔，晚安。刚已经走到最后了，不过在打最后的王之前，想要把其他的追忆王也打一下，所以正在探索中。他在往树上走的石壁那边，在更后面的图，了解了解，谢谢提醒。这样讲就蛮明确的，反正继续走就对了。应该是往北走吗？了解，谢谢谢谢。反正走这边就先探索，看一下还有哪里有缺的。这幅好像是叫死亡子的宝座。哎，死亡子我不是打过了吗？严格来说，好像不是打过吼，像打他杂兵一样。这里也没有路，这是路吗？是要跳过去的吗？上好了，
有人掉下去了。啊，我也掉下去了。阿德没事。这里有个点，这个点我有做过吗？没有。哎，有。啊，回头路哦。应该不用再下去了吧？死龙就是在那边，还要再跟菲亚对话。为什么大家都记那么清楚呢？该不是这里吧？是这个点吗？这不在树上哦。可这里不是来过了吗？还要再跟谁讲话？有可以讲话的对象吗？我跟你哦。Ah, there you are. I knew you would come. What is it you intend? To deny us and our ways, like the dogmatic brutes of the Golden Order?没错，我想接受你的拥抱。没错。I see. Then you, for I am the companion of Godwin, Prince of Death. 好像看不到。I wish to be a mother. 我会穿透。Those who live in death. So it is that any loathing, any hatred, 我要抱哦。I must bear. 抱抱抱。As a matter of duty, with my own flesh.Go on, you deny us, because we deign to live in death. 接受你的拥抱。You are an odd one. I am the guardian of those who live in death. They call me a foul and rotten witch. 给你个 free hug. Yet you still wish to be held by me? 那抱我。好温馨啊！说悄悄话是什么东西？Have you ever seen a Hallowbrand? When the first of the 这一根怎么那么秃啊？ His flesh was marked. 你太长了吧？ Half-wheel wound of the centipede. 各种含义。Godwin's Hallowbrand has since been recovered at the Round Table Hold, but there is another Hallowbrand out there somewhere, and I must find it before the time comes we receive our Lord.When Godwin died, a Hallowbrand scored his flesh, but another exists. Another mark in the shape of the half-wheel wound of the centipede, and I must find it before the time comes we receive our Lord. My hands will be dirtied once more by the deed. Will you still let me hold you, even then? This is the other Hallowbrand. How did you?Oh, my utmost thanks. With this, Godwin can take his rightful place as first of the dead and claim a second, illustrious life. You are my, our, true champion. And though I can't be of any use to you, can I hold you tight? If only for a moment. Hmm. 感觉这游戏里面最舒服的地方了。恩泽，I will soon lay with Godwin, 还要死了吗？ And it will surely stir within me the new life of the Golden Prince and first dead of the demigods as the rune of those who live in death. Please, do one thing for me. Brandish this child, my rune, and take for yourself the throne. Stay the persecution of those who live in death.By becoming our Elden Lord. 还有话？应该结束了吧？刚上网。哦，赶紧结束了，离去一下好了，报告了哈。有林江好奇我的同事会不会对我感到什么？阿斯不会啊，大家都很正常啊。
还要讲话吗？啊，不要了，不用了，不用了，罢了，不要了，罢了，不要怕，可以了，可以了，够了，够了，够了，我想抱你，你要抱更重了。晚安，早点休息。哎，等一下，还要再抱一次。通通抱起来，又抱起来。This is goodbye, my dear. 啊，要道别了。But I choose to lie with Godwin of my own will, and I will bear a child who will inherit you. What greater blessing could there be?没了吼，好，看来还要再做一次啊！我觉得下次做回来他就死了。小贝晚安，都确诊了还抱，什么意思？啊！这什么？这死了吗？要进入死眠梦境吗？要怎么进去啊？有那个洞口吗？好色哦，在干嘛？这怎么回事？一进去就打了，好快！这死龙哎，好帅！但我龙王都打赢了，你算什么？晃魔，晃魔，你也会用这招？那龙的招式其实都差不多。啊，好吃，好吃，好吃。触电！感觉我被电死了！哎呀，哎呀！慢点，慢点，慢点，慢点！被电死！来来来来，真的很简单。死龙的追忆，真的好快啊！这里面好像没有存点。那死眠少女就这样死了吗？哦，身上多了一个东西耶，蛮光环的。获得修复鲁恩，死亡者的修复鲁恩，这拿来干嘛的？修复鲁恩是道具吗？它不是护符哎，还再去做一次火，人步骤好多。我又多了一个东西。他的风帽和长袍应该没有了吧？再做一次。所以因为打完他，所以我的结局会多一个选项哦。哎，正式的消失了。哎，应该不用再讲话了吧？哦，好像正式没有选项了。嗯，那这一块应该结束了哦。都已经把他的装备拿完了，还是说其实还有啊？但我没看到欸。
没有啦，不要吓我，应该没有了吧？刚刚原本会来一个人，那个人嘞？那个人在哪里？没有啊，人嘞？啊，烧完树的关系，那要给他铠甲才会有，这没了，好吧。不过至少这样算解完了吧？应该还没有给双胞胎装备吧？双胞胎装备是谁啊？他迷路了，等一下，这个等他会有用吗？是装备的关系哦。双胞胎装备是谁啊？有需要我查一下吗？迪的弟弟，迪，迪是谁啊？当时像鬼门口的那一位红旗堤介绍你去找野兽祭司那位，我已经没印象了，谁啊？我现在树都烧完了，还可以起这个结局吗？地底地图，第二个火点有个 NPC 坐在那边，这应该没了吧？图图是说最开始的时候那边就没解了，结局的话可以哦。第一次打划船阿婆的时候，会坐在一个猎杀死蛋者的 NPC。对，这边还需要解吗？让我私下了解一下好了，不然有点状况外中啊。不过这个地图在哪里啊？下面应该会有地图吧？算了，之后再好好的看一下。啊、那我就剩大蛇哎、欸。大蛇，累个到爆。大蛇在哪里啊？给他铠甲的话，就打不到死龙了。是我的顺序算对的吗？搞不大懂，复杂。这里哦，谢谢村姑，可是应该不能打哎，大家可能会看到想要吐，要吗？要打一下吗？再看一次好了，太累的话今天就结束、啊、有点忘记他的装备是什么了，好像是矛吧，是矛吗？啊，这个是啊，我了解，用讲的真的很难讲，
谢谢谢谢，我觉得这样就可以了。啊，装备有需要吗？应该这样就好了吧。我记得这边应该要招大哥比较好，而且大哥当时好像也没有加到十，所以可能会比一开始更好打一点也说不定。生吞啊！要死啊！没事没事没事，很补血。啊，没有升级。等一下，有二十只鸟，这很重要的。大哥有在做事吗？啊，有，很积极。哎呀呀呀呀呀呀！还是不要这种战绩好了。他旁边有发光的东西耶。那什么？垃圾。这里看过了，直接打啦！瞧我的敌人！你今天不会卡吗？真的？好感动哦！不会吧，明确的闪不掉，好痛。等下那骷髅太多了吧，好烦哦。太多太多了，好烦哦，快死了啊，我快死了。打得赢吗？游戏根性，根性发动的也太完美了，剩了一滴血。一滴，赶快来升级，152啦，差点要死了。这样很好哎。接下来就剩真的最后的王吧，最后的王感觉今天也打不完，所以先在这边休息一下好了。时间也比较晚开了，所以现在时间也快要12:30了，有点晚了。感谢大家，我知道有时候啊地图实在是不太会走，感谢大家的提醒，辛苦大家了。然后之后绘图那边有什么进度，之后再跟大家分享一下。辛苦啦，再撑2天我们就放假了。晚安咯，拜拜。我想放假哦。
明后天我应该会超忙，公司事情爆多。晚安。